病房网站陷阱多，小心图文不符受骗上当。病房的网站上看那个有一个是 partial ocean view 啊，住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，我想结果是这样子。我的翻译就是斜视海景房。partial 就是一部分的意思啊。三天两夜住完会不会这样？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